Hello， 我是悠悠。杏鲍菇和牛肉的搭配真的是绝绝子，你们有空要试试。先来腌制下牛肉，再把杏鲍菇切成小方块，小米椒也切一下。热锅冷油下腌制好的牛肉，炒到要变色，大概两分钟。接下来炒一下杏鲍菇，把里面的水分炒出来后，再继续炒到表面有点焦黄，就可以放牛肉了。再加一勺蚝油，一小勺盐调味，加辣椒拌匀出锅啦，开吃啦！早点睡呀，晚安了。